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42集，我自己最喜欢做官方的 Deluxe 等级的玩具啊，大小适中啊，在镜头前面表现起来的话呢，特别舒服。今天给大家做的是传承系列，目前传承系列呢，除了本身的那个美版之外，它还有极速星系列，那再来就是这个，是雷霆小队的五人成员。那这五人成员的话呢，我今天挑了一个最顶部的这个家伙。为什么说它最顶部呢？他们这五个产品的盒子呢，可以拼凑出一个大机器人。那这个双钻呢，是位于头顶的部分，我们就从这个家伙呢先做一个分享好了。那除了玩具里头这个本体之外，那说明书里头呢有记载了一样东西啊，就是这个，如果你把五个成员都聚集的话，它有一个这个啊，可以拼凑出一个锤子，当然它是纸做的了啊。那我们这款双钻呢，附带的是一个锤子的握柄的一个部分。那到时候这五款都给大家做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这个锤子的话呢组合出来给大家看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又从载具开始。因为呢，先前这款模具的话呢，它在 Titans Return 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出现过了啊。泰坦回归的时候，这一款双钻，我给它的评价还算中上，甚至现在呢，好像泰坦回归的玩具呢，有几个已经是天价了。像这款双钻，好像就非常的难买到。其实它当时，并没有说很帅啦，我只觉得它变形算好玩，那没有想到说它的铺货量非常的少，那之后的话呢，几乎就变成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啊。那如果说你真的很想体会这款模具的话呢，这一次的这款玩具的话呢，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啊。那以两者的配色来说呢，我是觉得泰坦回归的颜色比较好看了。这一次的话呢，颜色呢，这个实在是太深了。深到说似乎有一些细节呢，反而没有那么样的明显。然后它的玻璃的话，挡风玻璃的话呢，你看它是红色，然后本身又是红色的这个附近的这个机体，导致于说呢，它没有像原本的配色这么样的一个明显透明部件的话呢，感觉起来就没有那么样的好看。那关节的紧实度来说的话呢，先前的泰坦回归的这个模具呢，我感觉比较优秀一点。这一次的话呢，稍稍在公差上面，我觉得是稍稍有一点点小小的，退步的啊。那它的附带了一名头领战士啊，顺便提一下啊，双钻本身并不是头领战士，但是在泰坦回归的时候呢，所有的家伙呢，通通都被斩首了，通通都变成了头领战士啊。它的可动的话呢，脚可以向前屈膝，两腿无法分开。头部的话呢，因为是成为大机器人下的脖子，所以它本身也是可以转动的。手的话呢，就只能够前后啊360度，最多转360度，甚至360度也转不到啊，因为再往上转的话呢，造型就局限住了。那这个本身呢，可以跟载具呢做一个非常协调的比例的展示，这是这个泰坦回归系列的玩具呢一个很大的卖点啊。那么这有时候啊，它这个下面有个洞嘛，对不对？有几个模具的话呢，身上会有一些洞啊，可以让机器人站在上面，但是这一款的话好像刚好就没有啊，所以就不做这个方面的展示了啊。那虽然呢，它的前方呢有两个非常显眼的电钻，但其实它只是一个造型而已啊，并不能够做任何的转动。这两个武器的话呢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完全可以把它给拿下来，甚至你也可以把它扣在侧边一点。但是我觉得扣在侧边的话呢，就感觉变得太像飞机了，而且会把它这个特征之一的履带给弄不见。当然，你如果要把它完全拆掉的话呢，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对，本身的话呢，下方呢是有四个轮子，而且滚动性呢也不算太差，只是说轮子比较小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双钻的变形过程啊，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利落啊，上面这两个履带往两侧给拉开，然后手臂的话呢先往侧边给拉开，然后再把这个脚好了啊，两脚给分开。分开之后的话呢，这个腿的话呢，直接往外面扯下来，扯开来之后呢，这块部件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斜肩，先给推出去，再把这个盖板给盖下来。这里也是一样，先把这个整个给拉出来，
拉出来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鞋尖推出去，后面小腿后面顺势翻过来，往前面翻个180度，啊，这边是人物的前方，然后这是后方。这个时候呢，要做什么动作呢？把这个部件翻起来，还有呢，把这个腰呢给往下面，这里给折下去啊。折这个的目的呢，是为了要方便旋转整个上半部，这里整个部件，啊，这里整个做过180度的一个大回旋，再把这个部件往上面推，再把这个红色的这个盖子给盖下来，再把这个腰部呢给回复到它的一个原状，然后呢，把手臂的话呢，透过这个双重关节把它给提上来一些。然后手的话呢，其实你也可以硬把它直接给拉出来也是可以的，直接拉出来也是可以，然后拳头从里头翻出来，然后它这个拳头手臂收进去，其实就是可以硬进入硬进出啊，硬出来硬进去，不对，就是那么进去那么出来啊，红的进去红的出来嘛。那么这个另外一侧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，你也可以斯文一点的话，就是把盖板给打开，拳头翻出来之后啊，在不伤害到小臂的情况下呢，把它给伸出来啊，那这端看你个人的一个粗暴程度了啊。然后的话呢，调整一下肩膀的一个角度，腿的话呢给放好，再把它的这个附带的这个小型的这个人偶，两只胳膊的话呢啊贴紧它的身体，脚往前面反折过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扣进去了。那么至于说呢，这个小人的头啊是要跟这个大脸呢是要同方向还是反方向，好像都有这种说法。那我个人的习惯的话呢是反过来啊，就是大头跟小头的方向是反的。但是呢这一款啊，我感觉这一款这个异色版的话呢，它这个小头呢，我第一次我泰坦回归的玩具呢，我收了全部都收了吧，十几款收了，还没有说一款的话呢，在掰的时候这个脖子的话呢就整个掉下来的。唯有这一款的话呢是第一次整个头给掉下来啊，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好扣，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真的是不好扣。那我现在只好把它转到同一个方向就扣上去，反正我觉得就是以用料啊这个关节啊什么的话呢，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重组版是各种弱化的感觉，那这个好像也是通病了啊。但是说没有说差到很多啊，但能够感觉得出来，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差距，是有，我在讲什么，反正就是有差距，而且你能够感受出来，但是还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了啊。终于憋出了这么一段台词，对不对？来，那应该会有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会说，哎呀，这个配色好像比较山寨啊，确实这么鲜红又深蓝色呢，就看上去的话呢啊，确实不如先前这一款，这个还有点像是钢弹的感觉。而且以这个分色来说，你看了吗，它肚子这个白色的分色啊，比起这整个是红色来说啊，这个感觉它的身材就好上很多啊，这是绝对不可规避的。然后点缀的话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黄色的点缀，而这整个脚掌啊跟小腿几乎都是同一个配色了啊。各方面来说的话呢，还是以先前的这个，甚至我发现它，你看它这个脸啊，它这个面雕来说，这先前的面雕，然后这是这一次的面雕，我甚至觉得这一次的面雕似乎是轮廓好像没有先前的还来得深，或者是说它根本就不是同一张脸。啊，我感觉几乎可以当成是两个不同的人的脸来一个辨识了，那各位知道一下也就行了啊。那主要的话呢，你收这款的话呢，可能还是为了拿到那一把大锤啊，或者是单纯的人傻钱多啊，都是有可能的。那我就是属于那种又想拿大锤又是人傻钱多的，所以是不折不扣的傻大锤了。那这个可动的话呢，也是跟我们想象，你能想象到的话呢，除了脚踝不能动之外，拳头不能动之外的话，哎，我以为拳头是不能动，但是我想说呢，有时候我都睁眼说瞎话，我还是扭一下好了。当我说它不能动的时候，当我说它能动还是不能动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好像可以扭得动的时候呢，它是掉下来了。这个录这一集的感觉实在是各种心情起伏，有如三温暖一样啊。总而言之呢，言而总之的话呢，如果说你不是那么想要有那个大锤子的话呢，而你现在已经有买过泰坦回归这一款的话，那这个玩具你其实是完全可以跳过的。但是如果你是冲着一个收集欲的话呢，那这个就不在我能不能给你建议的范围之内了啊。那今天是中秋前夕吧啊，就祝各位中秋节佳节愉快了啊。那花点时间的话呢，就是陪陪家人吧啊。这个每年月圆有15次，
但是我们又陪在家人身边几次呢，对不对？那就谢谢各位姐姐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